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莲友，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打开经本，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行，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狮子吼，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好，这里啊，两首偈子。上一段的偈子啊，从开头啊到广施功德宝，都是阿弥陀佛大愿海的总结、提高和深化。那么这一段的八句啊，前面愿文呢就没有提到。那么这里头的内容就有无比重要的含义。如佛无碍智，是法藏菩萨发愿呢，如同佛一样，有自在无碍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它的表象啊，就是光明。前面寄送里头说到，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那这里呢讲如佛无碍智，意思啊都是相通的。佛光就是啊智慧之光，从自性中啊显发出来啊，所以能够啊遍照一切处啊，没有丝毫的障碍。那我们上午啊讲到佛法是智慧光明啊，佛法能够普及之处啊，也就是佛光啊照耀的地方，众生能听闻到佛法啊，便呢自然的消业障啊，灭烦恼，开智慧啊。我上午呢就讲到啊，我们一起学习无量寿经啊，就是沐浴在佛光之中啊，那大家也很有同感啊，感觉到啊这个啊安乐啊，心意啊调柔啊。结果中午有收到啊网络的同学来信，说不能把他们忘了。确实啊，佛光不仅照我们讲堂啊，也照到啊通过网络啊来学习的所有的同学啊，因为这是啊无碍的光明啊，这个智慧啊没有障碍啊，因为自信本来就没有障碍。
当我们熏习佛法的当下，啊，无论你是在现场听经，还是通过网络啊看直播听经，那自性的光明啊也就显发。啊，这个光明啊，啊，可以说是佛的光明，也可以说是你自己的光明。因为你自己的光跟佛光不二。啊，你的法身跟佛的法身同体。只是借由啊听经闻法的因缘显发你的自性光明而已。啊，那么你闻法之后啊，只要啊发起真实的信愿，求生净土。啊，现在就蒙阿弥陀佛佛光摄受，你也垢障消除，善根增长，渐渐也能得到佛那样的无碍智慧。那么有了智慧，那当然就会有行动。行动是啊，所行慈悯行。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就不是为自己了，是为了饶益众生，是你的大慈悲心的流露，也跟佛一样，平等的普利一切众生。啊，那我们对佛要有仰慕之心，要有效法之心，也来学习阿弥陀佛那样啊，发广大的誓愿啊，教化一切有情众生啊，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不仅是做人的老师啊，也要做天的老师。那法藏菩萨发的这个愿，是不是有点太狂妄啊？是不是好为人师？哈，这不是的。这是要有实德。天人为什么能尊重你，拜你为师？是因为你确实有智慧，有慈悲。啊，悲智双运。悲智双圆。啊，两个都圆满。这就是佛陀。那我们还没有圆满，就是菩萨，帮助众生觉悟。那首先你自己要求得觉悟，啊，自己不觉悟，想要觉悟人，无有是处。啊，如果你整个都在迷惑之中，
你想引导大众来求觉悟，那就等于啊，一盲引一盲啊，相将入火坑。啊，自己的眼没有开，怎么可以指人家道路？啊，所以好为人师的人呢，是啊，讲的这类人，啊，自己都不懂得啊如何修行，啊，就急着去教化众生，所以。要觉悟众生啊，首先自己要觉悟。那么天人师就是啊佛十号之一，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啊，十种德号啊，因为佛能断烦恼，天人不行啊，天都没有办法断烦恼啊，天有28层天啊，都是没有断见思烦恼的，所以他们的德行就不如佛啊，所以要向佛学习。那么三界雄也是佛的德号啊，三界里头他是大英雄，欲界、色界、无色界，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那样雄猛无畏啊。所以寺院里面呢，主要的建筑物就是大雄宝殿。大雄就是大英雄啊，佛在这里啊坐着，这是大雄宝殿啊，因为他已经啊断尽一切迷惑，没有丝毫恐怖啊，就像《心经》里讲的啊，无有恐怖。为什么无有恐怖啊？因为他把宇宙真实相都看透啊，知道一切境界都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所以在一切境界当中就不会有恐怖啊，你有恐怖是因为你有挂碍。那比如说一个人有恐高症啊，登上高楼往下一看就很害怕，恐高症啊，为什么有恐高症呢？因为他有挂碍啊，挂碍什么呢？挂碍他的身体啊，执着他的身，身见很严重啊，他怕摔死如果他知道人是摔不死的，他就无有恐怖了啊，摔死的只是这个肉体，而我们的真身是法身，不生不灭，常住不动啊，怎么会有摔死呢啊？那么把这个身当作我了，这就是迷惑啊，这属于见惑，见解上的错啊。那把这些迷惑通通放下了，真的没有恐怖了，那就是大英雄。
世间的英雄就没有办法比你了。啊，世间的英雄好汉可以啊上阵视死如归。啊，但是他总有恐怖的地方。三国演义啊，我们看到啊，张飞啊，那是一个人立马在啊这个曹操的军队之前呢、啊、大吼一声就能够喝退军队啊。啊，这是万夫莫敌的啊，他说他什么都不怕。诸葛亮呢啊就告诉他，你还有一样怕的是什么呢？啊，也顾全他的面子啊，不讲出来，在他手心上写了一个病字。生病你就怕了啊。张飞点头啊，确实英雄好汉啊，病倒了那就啊这个连懦夫都不如了。所以世间的英雄啊不算什么呀。佛是啊三界中的大雄，生老病死都解脱。那么解脱之后当然就要对一切三界的众生啊施行教化，那就是说法啊，说法狮子吼啊，这个狮子就是百兽之王啊，他一吼，那山林呢所有的野兽啊小动物都害怕的发抖。这是譬喻啊，世尊说法啊是无畏决定的说法，可以使大众震动，使外道胆寒啊，魔都害怕啊，魔有神通啊，他也能够啊迷惑人，但是他不会说法啊。那么只要我们说的正法，魔就拿我们没办法啊。所以佛不用神通做佛事啊，就不跟魔一般见识啊，魔他用神通，你佛也用神通，那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就不知道啊。那我不用神通，我用你不用的，就是正法啊，说法把道理说明白了啊，一切众生听法之后觉悟了啊，那么就啊得到解脱了啊，广度诸有情啊，佛就是用法来呀、啊、广度有情众生。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昔就是过去啊，法藏比丘在过去五劫之中发起的48大愿啊，那所以这个愿呢是经过长时间的思维啊，斟酌改良啊，所以这个愿是十分的圆满。那么愿有了，
要把它落实，只能通过修行，以行见愿，以愿导行。如果没有行愿，就不可能圆满，就会落空。所以圆满希所愿，就是尽未来际无量劫，帮助我一切众生都往生不退成佛，一切皆成佛呀！这一句了不得呀！是粉碎虚空、平沉大地的话语。奇哉奇哉！原来众生皆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原来众生皆成佛。上至诸天，下至畜生鬼神地狱，没有一个不成佛。这是有情众生啊。那无情众生，山河大地桌椅板凳，这些万物、植物、矿物，他们能不能成佛呢？如果不能成佛，不能叫一切皆成佛。所以，有情无情皆成佛。一成就一切成。佛在华严经里面成佛的时候就说这个话，叹奇妙啊，叹奇妙啊，原来众生啊就是佛啊，都具足了如来的智慧、如来的德相。以前怎么没发现呢？现在发现了，就叹奇哉奇哉。那为什么原来没发现呢？因为原来有妄想执着，因此就不能证得。证就是证明啊，你不能证明众生是佛，因为你有妄想执着。我们读这个经文啊，要消归自己啊。不要想，你因为有妄想执着，所以你不能证得如来智慧德相。用来教训人了。佛讲这个话不是用来教训说，你看这些众生啊，都是愚痴迷惑、妄想执着。明明他有这个如来智慧德相吗？现在不能证得了。原来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是佛在那讲众生啊，现在体会不同了，自己以外没有众生，众生就是自己。是谁的妄想执着呀？就是自己的妄想执着啊，不能证谁的智慧德相啊，不能证自己这个如来的智慧德相，也不能证众生的如来智慧德相。那现在把妄想执着放下了，才知道这众生不本来就是佛吗？
一切皆成佛呀。不仅有情皆成佛，无情众生也皆成佛呀。你看那极乐世界的七宝池里头的八功德水，那水是不是佛呀？水如果不是佛，它怎么跟你说法呢？水可以跟你说法啊，你在里头游泳，听的就是妙法，想听什么法他就跟你讲什么法啊。你想听华严经，听了华严经啊。另外一个跟你手拉手的人，他听的是法华经啊，两个听的不一样。那水可以随你的心意说为妙法。所以这水是什么水啊？佛水啊，佛变现的水。那叫水佛也行啊，那水就是佛啊。所以这水很通你的心意啊，你想冷一点，它就冷一点；你想暖和一点，那水就暖和一点。你想那水从高往下冲下来洗澡也可以啊，从下面灌上去也可以啊，随着你自己的心意。所以水也成佛啊。那么华严经上讲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啊，是一微尘都是一真法界啊。所有有情无情的众生无不是一真法界啊。一就是一切啊，这微尘里头就含容十方法界。这十方法界啊，每一个佛刹都有佛在里头说微妙法。那你说这微尘是有情的还是无情的啊？他也成佛了啊，他没成佛，这里头怎么会有佛说法呢？所以极乐世界整个境界都是这个一真法界，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所以情与无情同成佛道啊，这就是讲一切皆成佛啊。那么禅宗里面就讲，这是向上一路啊。密宗里讲的大圆满，首楞严经所说的一切是究竟坚固啊，一切事啊，就没有不坚固的，而且是究竟的坚固啊，永恒的坚固，彻底的坚固。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法身啊，就是这里讲的一切皆成佛的意思。好，最后有四句偈啊，是法藏菩萨求感应来证明。思愿若克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这四句偈的大意
就讲啊，我发的大愿若能够圆满，大千世界啊都会呀、啊、受到感动啊，空中会呀、啊，啊，空中的这些诸天天神自然欢喜，啊，为我示现瑞相，从天上啊，啊，降落啊，这些珍奇美妙的花语，啊，降天花。思愿就是讲四十八大愿啊，四十八大愿是长行文，然后再用记述啊，把它啊简要的再说一遍啊。那么这个愿若克果，克就是成，成就；果就是达到目的地了。啊，也就是成就了，圆满了，就会呀、啊、感得三千大千世界的震动。啊，这是菩提心力的震动。我们在发心受戒的时候，戒师在啊，你得戒的时候啊，都要做引导啊，引导你啊，圆净发心观想，圆念呢，十方世界、十法界，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要发大菩提心。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菩提心一发起来了，就震动大千世界，震动十方法界，那戒师引导我们做观想，观想十方妙善的戒法，形成五彩功德祥云，从我们的顶门注入到我们的身心，形成我们的戒体，这是我们用第六意识去做观。那么法藏菩萨这里呢，不用第六意识，发了大菩提心之后，立刻得感应，这是一种印证，完全用至诚的心来感通。感通出这种瑞相。这就比我们坐意观想就殊胜太多了。那么大千世界感动，首先感动的是有情众，虚空就是天上诸天天神就会为他降下花语珍奇的花语。那么法藏为什么要求这样的感应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显示自己得不到感应诸天都有他心通你要是为自己谋求名闻利养
故作这种啊神通感应，那天神才不管你。那反而那些妖魔鬼怪啊就乘虚而入啊，利用你这种啊求感应求神通的心理啊来帮你作怪啊，让你造业。所以法藏菩萨完全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让众生发起真实的信心。啊，他求这种瑞相做证明，给大家坚固信心，这个愿一定能实现。前面我们看到，世间自在王佛跟他讲的，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敌。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所以最后这四句就是表他的这种真心啊，来求印证。那么偈颂到这里就圆满了啊，下面呢还有几句长行的经文。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玉妙花已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释迦牟尼佛啊，为我们呢转述法藏菩萨的大愿啊，长行偈颂都转述完了。这个时候呢就告诉阿难说呀，法藏比丘啊，刚刚说完这个偈颂之后啊，应时就是当时马上，普地六种震动，这个大地啊就产生了六种震动啊。那这个震动不是我们所说的地震啊，这我们这里过年前刚刚有一次地震，大家心有余悸，怎么这里又有地震了啊？那个地震是灾难啊，这里的地震呢，这个是震动啊，不是灾难。它是六种震动啊，有两种解释。一个是讲六方震动啊，就是东南西北上下都一起震啊，一起动啊，不是只是一方震动啊，那地震呢只是在一方在震动啊，而且震动啊不均匀啊，有的震强有的震弱，是吧啊，而且是会带来啊很大的破坏性啊。那么这种震动呢是一种祥瑞的震动，没有任何破坏性啊，楼也不会倒，人也不会死啊，反而觉得很舒服啊，就好像荡秋千一样啊，这个啊各方同时都在震啊，那个地啊踩起来像兜罗绵呢啊，我们讲啊这踩在羽绒上一样啊，非常的轻软啊，很舒服啊，它在那里震动的时候给你像做足底按摩一样啊，令大众都非常的和乐欢喜啊，所以这就不是灾难了啊，
不要害怕啊。假如我们这讲讲经突然有震动，也不要害怕。啊，我在2012年那年啊，到日本东京讲经啊，会有地震啊，让我不要去。我说不要紧啊，我们去讲经啊，可以帮助化解灾难啊。这是啊，《梵网菩萨戒本》里面讲的吗？啊，若有疾病、国难、贼难啊，种种这些灾难啊，都应该讲大乘经律啊，可以帮助化解一切的灾难啊。这菩萨戒这么教导，我们岂能够啊畏缩不前呢？啊，所以我跟我去的那些同学说，啊，你们都把遗嘱写好，啊，我们就是视死如归，啊，如果去到那里，我们还不能化解灾难的话，那我们就念佛往生西方，啊，我们就去了，啊，真的讲到第四天，啊，就开始就有灾难了，啊，地震。啊，讲着讲着楼就开始摇呵呵。啊，真的摇起来了。我就马上跟大家讲，好了，现在是往生的时候了。啊，大家现在啊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啊，合掌啊，一起念佛。啊，很好，听众100多人没有一个跑的。啊，这念了大概1分钟就真就没有了。后来看这个新闻报道是 5.4 级地震，啊，原来预测是很高的一个震，现在就降下来了，啊，那我们就当它是6种震动吧，啊，所以啊，是讲经啊，啊，不用害怕，啊，无有恐怖，对吧？我们念佛，啊。学法都是最吉祥，一切灾难呢自然都会化解。那么这是讲到六方震动啊，是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呢，就讲有6种动向啊，所谓动、起、涌、震、吼、觉。动就是摇动，啊，在大地摇动起来；起就是上升，这地面会鼓起来，啊，就像那个浪一样，啊，你像踩在那个浪上面，啊，它把你鼓起来，啊，然后再沉下去，啊，所以起涌，啊，这个涌就是波动，啊，那个地面呢就变成像水面一样，啊，就开始起波澜。啊，有高有低，啊，那么还有啊，震，震就是啊，有这种啊，啊，就是震动的感觉。那么有震的声音，啊，吼呢就是巨大的响声，啊，还有觉就是让大家都感觉到。这是6种震动。那么这是祥瑞的现象啊，是法藏菩萨发大菩提心的感应。然后天还下这些妙化，这个玉啊，我们念去声。这个不念雨，雨就是名词了啊，下雨。那这个玉就将当动词，啊，就是天下降落啊，下什么呢？下妙化啊。那么不仅有妙化散在啊这个法藏菩萨
以及当时大会现场身上，还有自然空中的音乐，这个音乐还能够说法，这些声音都是来自于天神，天神知道法藏菩萨此时已经发了大菩提心了，所以都纷纷赞叹鼓励，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这就是给法藏菩萨做受记，法藏大士决定成佛，也就是上面的大愿决定圆满，那么这里就是为法藏证明，那么要决定证得无上的正觉，就必须通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发了愿之后，下面的一品就是积功累德，就叫修行了，那么这一品的经文也是非常要紧，我们想要学习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这一品就讲得非常的这个圆满了，我们想学阿弥陀佛怎么学，就这么学，从这一品当中去体会阿弥陀佛的大愿、大悲、大智慧，也就是大菩提心。好，那我们来看这一品的经文，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好，先看到这里，积功累德就是不断的积累功德来圆满所发的大愿，如果没有积功累德的愿，就是虚浮的狂愿，发得很大，那只是一首狂想曲不行的所以佛世尊就为我们介绍法藏菩萨来怎么修行。佛叫着阿难对他说，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如来，就是他的本师面前，以及在当时法会之中，这个法会有很多天人大众，也是一个盛大的法会，那么法会里头法藏菩萨就发了大弘誓愿，48大愿，发完了之后就开始安住在真实的智慧之中，
勇猛精进，一心一意的庄严自己的净妙国土。所以法藏菩萨用什么来庄严极乐世界？他是用真实智慧呀。往生论里面讲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极乐国土庄严，也就是依报正报的庄严。依报是佛和菩萨，佛是万德庄严呐，菩萨呢也是，个个是阿惟越致，而且呢寿命无量，人数无量，所以极其庄严。国土保持花树、罗网、楼阁，这些都是无量七宝合成，都是宝箱合成。那前面的愿文都给我们讲过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庄严入一法具清净具，入到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换句话说，极乐世界种种依正庄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的体现。那么法藏菩萨在庄严他的净土的时候，正是安住在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当中，在这里面勇猛精进，又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以要懂得住真实慧，这个真实慧是实相的智慧，是通达离体的智慧。本经里面介绍的三种庄严，还有三种真实，在第二品德尊普贤里头讲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第三品大教缘起里面讲的会以真实之力，还有此处讲的住真实慧一向专制庄严妙土，三个真实就是体相用，真实之际是讲本体，讲法身离体，那么真实慧就是讲相，这个相就是智慧，会以真实之力对众生的作用，这个地义地又叫地义空，这个空是空有不二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那个完空，这个是圣义地空，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色不二这样的空，那么
法藏菩萨安住在实相之中，依然呢发弘誓愿。如果是安住在完空，反正什么都没有，都空掉了，就不可能发这个弘誓愿，不可能去做会以众生真实之力的工作，所以安住真实之际呀，安住实相无相的智慧，又发广大的弘誓，这样的弘誓就不会呀退心，因为这是安住在真实智慧之中，凡夫发的心很容易退，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从这个真心里面发的，那么也没有真实智慧，所以遇到境界的考验，他就忘记了这个境界是空的，是梦，他就被境界给吓倒。那法藏菩萨的誓愿为什么发的那么真实？因为他有真实智慧，他知道一切境界当体就是空，所以绝不退心，绝不受境界的干扰，那么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才能够令这个愿达成，那么这对我们现在发心利益众生的人来讲是有极好的这个启示。假如我们不能住真实慧，不了解真实之际，那想要为众生带来真实之力就不可能，自己中途也会退转，那么我们看老和尚一生的行持，老和尚早年呢是学楞严经，楞严是开慧的楞严，开的是真实慧，那所以一生弘法遭遇到的磨难很多，但是老人家从来没有退过心。那为什么能够不退心？因为老人家能够明白这些境界都是假的，都是梦幻泡影，所以他就一向专制讲经弘法，他这一生就是专门来振兴佛陀教育，专门讲经，除了讲经别的什么都不管，老人家是很有名的三不管，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什么都不管，只管讲经，这叫一向专制。
那什么都不管，这是要真实智慧，不然你就放不下啊，你就会受干扰啊，那干扰的因素多了，可能就扛不过去了啊，就会退转了啊。很多人都是这样，保持初发心的不容易啊。啊，那么老人家也提醒我了很多次了，说我这生遇到的磨难很多了，你将来遇到的磨难比我要大十倍呀！啊，这听了之后啊，这心不能发毛啊，啊，更不能退转了，啊，只想不退转，不是我咬紧牙关就可以的，啊，有些境界啊，你真的咬紧牙关都过不去。观法如画啊，你要学着这么观呢，观一切法，一切的现象，一切的境界，如幻如化啊，不是真的啊。那么我们啊，在这些幻象之中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就像经里面所说的，譬如善幻师啊，现众异相，于彼相中啊，实无可得啊，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啊，就像变魔术一样，变戏法一样啊。啊，变出来的这些魔术，啊，让人看得目瞪口呆，哇，创造奇迹。哎，可是呢，啊，变戏法的人知道，这就是幻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这里头根本不可得。啊，那个相啊，都是假象。啊，所以成功了。不会为之欢喜啊，失败了也不用遗憾啊，反正都是一场梦幻啊，把得失成败的心拿下，轻装上阵啊，永远安住在第一义空的真实智慧之中，知一切法空，但是又不坏一切法啊，知众生本无，但是啊又啊勇猛精进的度众生啊，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啊，就是这里讲的啊，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啊。法藏菩萨有了真实智慧，当然他知道妙土本不可得啊，妙土的相都是幻相啊，但是还是要勇猛精进啊，大作梦中佛事，建立水月道场啊，极乐世界就是水月道场啊。极乐世界从哪来的？从我们心性中来啊，心性了不可得，当体就是空啊，所以极乐妙土啊，无论怎么庄严，当体就是空。正因为能空，所以才能现一切有。啊，就像白纸才能写字。啊，如果是涂的乱七八糟的纸，你就写不了字。啊，那么法藏菩萨就安住在他的真心本性中。
真心当中一法不立啊，而又勇猛精进，安立极乐世界，这就是第一地啊，这才是真正行菩萨道啊。我们想要行菩萨道，要有这样的一种智慧，你才能够在这个路上化解烦恼啊，不然呢你承受不了很大的压力啊，因为你在这个五浊恶世想行菩萨道可不容易了啊，魔障会很多的。跟着我一起啊学习弘法的有一些同学感觉到压力很重了啊，为什么压力会重啊，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啊，不懂得怎么排解压力啊，这压力就不断的累积啊，不是积功累德，是积累压力啊，那到一定程度就不行了啊。所以啊，我们现在这次的讲经特别强调真实智慧，就强调空性般若的智慧啊，就是帮助大家缓解压力啊。人家都觉得我压力很重，其实我没有什么压力。你把压力当真了的就有压力了。压力本空，哪里有压力，是吧？心里没有压力了，你才可以勇猛精进。外面的障碍就不成障碍。因为那都是梦幻了，所以你看可以呀，一笑了之，那些障碍就像过眼的云烟，就会迷惑你而已，你不受迷惑，它就过去了，你始终坚持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方向自己的大愿这是我终身都要去落实的第一个这都是老人家讲经里讲过的第一要建立僧团，恢复丛林制度这是恢复佛教的根本这个话是他的老师方东美教授跟他讲过的那么老和尚非常认同所以讲经经常提到要复兴佛教必须要建立丛林制度，丛林就是佛教的学院用什么恢复呢？就是用戒律戒律有指持有坐持，指持的戒律就是一切的律仪戒，我们用来修自己的诸恶莫作这是属于指持像比丘250条戒，比丘尼348条戒那么出家受具足戒之后就要学这个戒要持这些戒做一个真正的天人师表那坐持方面僧团要如法运作要
对一些事情的决定通过结魔法来做。啊，半月半月要诵戒。啊，每年要结下安居。安居之后要做自知。这就是如法生事。啊，出家众本分事就做这个。啊，其他的都不算是本分事。啊，你能如法的行持，啊，就是啊，巩固这个僧团。啊，僧团本身就有摄受大众的威德。啊，那么能够啊，有啊弘法的资质的人，啊，就重点培养。他走啊弘法利生的道路，由僧团来护持。啊，僧团是一个和合的团体。啊，有弘法的，有护法的。啊，护法是内护。啊，不仅是照顾生活，还照顾修行。啊，僧团在一起，啊，一起早晚课，一起共修，一起上课，啊，这就是啊护持啊，啊，让弘法的人，啊，就会有安身立命之处，啊，也不会呀受到外面的魔障干扰，啊，魔障很多啊，啊。名闻利呀，五欲六尘这些诱惑都是魔障。啊，弘法的人难免魔障。啊，如果没有真实慧呀，就很容易堕落。那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就完了。啊，那么在僧团就是自我保护。啊，因为僧团里面啊按戒腊排序，啊。这个你弘不弘法是一回事，进到僧团来啊，不管你博士毕业也好，小学毕业也好，是吧？你就按照戒腊排序啊，那么就下座啊，恭敬上座啊，有这个佛门的伦理在啊，这些人就不会起我慢心。啊，再加上僧团要利养均分，啊，你自己不能独得利养，啊，独得利养也是犯戒，啊，所以自然就帮你隔开了名闻利养，啊，最怕就是你跟居士们混在一起了，啊，那居士是对你非常恭敬恭敬，他们也很真心很虔诚，啊，但是呢，你在里头就容易堕落。如果在僧团里面就不至于这样。啊，所以我自己发心我是要在僧团里面啊这样是保护自己啊，我们没有老和尚那种定功啊，也没有老和尚的智慧啊，所以呢现在又学了戒了，就更加知道僧团的可贵。而且僧团才真正能培养出僧才。啊，我们希望啊佛法将来护济人才啊越多越好，那要有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僧团。啊，僧团讲究的戒律。啊，大家都啊按照戒律来。啊，所以呢，没有特殊待遇，啊，一视同仁，啊，而且本身戒律就是很好的保护伞，啊，比如说，啊，如果你持不做金钱的戒，啊，你自然就远离了很多利养的问题，啊，你没钱了，没钱就不能逛街了，啊，就不能买东西了。
你很多妄想啊就熄灭掉啊，你也不会乱想啊，乱打主意啊。有了钱呢，你就打很多主意啊，我拿这钱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好像都是做好事，实际上啊都啊可能远离了道啊。所以佛制定的戒律都是啊帮助修行人，还有持五也是啊，过五就不食了，省了很多麻烦事了啊。而且呢啊练习少欲啊知足啊，晚上的肚子是空啊啊，空就忍一忍嘛啊，忍一忍就过去了啊。所以这个是做比丘不必讲很多的营养啊，瘦就瘦一点嘛啊。有人就说我很瘦啊，比出家前瘦很多啊，没关系，瘦就瘦一点啊，精神好，体力不减啊，这就没问题啊。所以戒律啊是啊建立僧团啊，令僧团保持它的纯洁性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啊支柱啊。所以未来啊自己也是发心要弘扬戒律啊，尤其是啊出家的戒律啊，用出家的戒律来啊振兴僧团啊，来培养僧才啊。戒律复兴了，佛教各宗各派都能复兴啊，因为各宗各派的修行都是以戒为基础，无一不是以戒而得定啊，因定而生慧啊。所以戒法啊是关系到整个佛法的命脉啊，整个僧轮的兴衰。那老和尚一生都在提倡啊，但是要真正把这个理想实现啊，靠一代人是不够啊，要靠我们下一代继续去努力啊。这是第一个理想啊。啊，第二个呢就是要弘扬净土大经。这本经是汇集本，从哪里汇集呢？从五种原译本汇集，字字句句都不出原译之外啊，每一句话都能找到原译本的出处。你说哪一句是伪经啊？如果是伪经，那原译本都是伪经，这不就毁谤正法了？那为什么要汇集？方便读诵受持流通啊。如果你要读五种原译本也可以啊，就是很麻烦啊。你做学术研究的可以每天没事干啊，捧着五本经来研究没问题啊，这是好事啊。那从五种原译本当中你也要提炼呢啊，相同的部分啊就合并为一啊，就一起啊。那么不相同的那就互相补充，所以你在研究的时候不是还是要做汇集的工作吗？纵然你不去正式的汇集一个本子，你起码你在研究的时候你的思想也是要把它做汇集整理的，这才是做研究啊啊。那么现在下莲居老居士已经帮我们做了这个工作了，不用我们再那么麻烦回到原译本当中慢慢去自己汇集，你汇集还不一定啊是正确，那下莲老帮你啊已经做好这个工作了，而且汇集的十分完美。这部经
之所以现在能流通这么广，就是因为有这个慧基本啊。为什么这部经被尘封了千年，在大藏经里没人去流通啊？从唐朝到现在，没有人去注解这部经啊，讲经的人也不多，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善本啊。那现在终于有善本了，所以就放大光明啊，全球读诵这部经的人那千万啊，数以千万计呀 啊。但是现在有这些魔障啊，很多人反对，就是不理解啊，不了解啊，就要不断的来说明、来介绍啊，来讲解啊，令这部经啊为九千年末法众生带来真实之力啊，令啊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所以弘扬这个大经啊，少龙净土的法脉还有传统文化要复兴啊。第四，多元宗教要团结啊，这些工作啊都是啊十分艰巨啊，但是只要我们呢发思弘誓愿仪，助真实会勇猛精进啊，一向专制来做这些事情啊，一定也能做成功啊。做这个事情就是在庄严你自己的净土啊，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为啊，至少是地球上的众生带来真实之力啊，令这个地球都能变成净土的。好，那今天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讲到此地啊，有讲的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